4月23日，东方卫视《中国梦之声》进行了上海世音会的录制，韩红、黄晓明、李玟、王伟忠齐齐坐镇导师台，倾听上海的好声音。经历了首场录制，导师韩红觉得《中国梦之声》已经渐渐入佳境，而他自己也有了独特的评判标准。今天是首场，你自己感觉怎么样？应该还可以吧，我想好选手应该越来越多吧。嗯，能再说一下您心目当中评选的一个，就是你看到什么样的人，觉得哇，这个人我肯定挺要。我首先想听他的音色好听，唱得好，感人。其次看他整体很有一个艺人的气质。艺人不是说葛优好看吗？不好看，但是他往那一站，就有范儿。哎，我希望看到有范儿的年轻人。据悉，《中国梦之声》将于5月19日在东方卫视盛大开播。